刚进宫的八清。范冰冰主演的历史新剧《八清传奇》，讲述中国史上第一位女商人，原本即将上档，没想到却临时喊卡。八清传要上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快了。前一天才亲口证实，隔天马上被官方封杀，原因是剧中男主角高云翔在澳中涉嫌性侵被捕。在《芈月传》中饰演义渠王，霸气又柔情，让高云翔深受观众喜爱。没想到却惊爆性侵丑闻，让他所主演的最新戏剧《八清传奇》立刻遭到大陆当局封杀。而另一出由周迅主演的宫廷剧《如懿传》也胎死腹中。本宫是皇上亲封的贵妃。本宫是皇上亲封的皇后。以宫廷斗争为主轴的《如懿传》，原本说好以先往后台的方式播出，但有消息传出，大陆第一夫人彭丽媛对尔虞我诈、充满负能量的宫廷剧有意见，导致《如懿传》送审频频被打枪，如今也遭大陆当局全面封杀，连网络平台都上不了。原本两出戏剧打得火热，现在通通禁播，也让影迷大失所望。记者李孟昌、顾尚君台北报道。